哥哥姐姐，你们要精选果的哥哥姐姐，可以大胆的拍了哟。哎呀，哇，哎呦，胳膊真的挺皱的。这都是精选果子啊，姐姐们，哥哥姐姐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果子好不好？我们发的都是一级果子，一级的果子，你们能看到吗？你看，没有斑点，而且个头也是非常的均匀。哎呀，看来真的做好品质，做好品质，把关品质，真的不容易呀，姐姐们。你看师妹，拿我去剪。好，对，是不是啊？像这样子的芒果，不要太弯了，它就要掉下去了。哎呀，好重啊，我不玩。几分数了，阿姐？九分啊，哥哥姐姐们九分。你们收到货以后，再放个两三天，就可以熟了。我们不放那个催熟包。月姐姐好，来，又来我拿。师妹还是挺厉害的啊，她背的比我的还要重。走，要不你也少背一点嘛，你背那么重。这个芒果很重的，哥哥姐姐们，还有吗？还有，姐姐们还有，可以拍，师妹棒棒的，是不是？妈，我背上有一个。不是，你休息一下。我这儿背上有一个。哦，掉下来了吗？来了，快点快点，不要掉下来了，师妹厉害，这个，来，让我来一下。不，放这里，放着，来我来我来。啊不，好重啊，这一款都。你能带得下来不？我来，来这看，哇！哎呀，哎呀，哎呀，真的，哥哥姐姐们，哎呀，怎么样？那好的，我去拍，好。看这一款都是精选货，我们现在的话就直接拉下去去打包。都是一级果子，姐姐们，我们不发二级，不发三级。发的都是一级果子，一级果子什么叫一级果？个头大，我也去接，没有斑点，没有任何的斑点，这所以它叫一级果，又好看又大个，就叫一级果。如果有太多斑点，它不叫一级果。如果哥哥姐姐你们拍来送人的话，拍这一款，送人的话非常的划算。如果哥哥姐姐。你们自己在家里面吃的话呢，就拍净重八斤，29.9就可以了，就这样子，能看到吗？这个就是八斤装的啊，八斤装的，满满的一箱。然后五斤装的话呢，就是这种颜色。五斤装就这样子。是吗？阿姐太辛苦了。为了给哥哥姐姐分享真正的农夫特产，把关品质，我们真的只能是这样干了，姐姐们。自己选果，自己背，自己装，从前前后后这样子。师妹大力，师妹比阿姐还有力气。其实哥哥姐姐们，师妹比阿姐还要有力气啊。拍来送人的话，拍这一款啊，六个，各位姐姐们，六个最好的果子我选给你们。那么五斤和八斤它也是最好的，但是说因为价钱它就在那里了，好不好？发货的话都是一级果子，都是一级果子，好不好？不吃牛肉，哎呦，箱子都很好，你们人品好，产品才好。谢谢兰姐姐，对，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没关注的哥哥姐姐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你们看，这就是送人的啊，送人的礼盒装，姐姐们背下去。哎，哪里去了？这样子，吃牛肉力更大。
啊、哦，是是。啊，那我以后多吃牛肉。你去在那比了。嗯。那得去写字。嗯。你写字吧，你再记录了咋整？你俩很用心负责，太辛苦了。没办法，姐姐们，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真的没。哦，好。我们没办法，我们无路可走。其实后面是不是玩的呢？我别了，我说呢，要不你，那就千万不要多做个游戏，喜欢二十八的，我去升官呀。你是这次，我先读。苦中有乐，吃牛肉利益更大呀！啊，给快递一送我。一筐吧，那你们两个先把这两筐背上去，我上面还有一筐，我把那一筐背上来吧。我把那个那两筐背过来。哎。对，都是奋斗奋都是在奋斗中年人。一拍加急，好的，谢谢蓝天白玉姐姐，感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支持。那边还有一筐，我要把那一筐给背过来。叔叔他们两个已经背下去了。一拍呀、啊，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要现场。其实我们农民，其实我们农民伯伯，就像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干活，我们都是要这样干活的，因为不做事情的话，农民。勤快一点就可能会有饭吃，不勤快的话什么饭都就是一点东西都没得吃的，所以必须得勤快，必须得要不去会干活才是最好的。妈妈，刚刚那筐好重啊，重的我都背不动，现在这儿还有一筐。先苦后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不是？嗯，先苦后甜，慢慢来。不，这筐要稍微啊，装都装不懂噶。嗯，年轻的时候都是奋斗的，对不对？都要奋斗的。是的呢，妈妈还没装麦了，这筐。等一会儿，这儿下头我看到那儿好像还有一个哎，啊，还有个，这儿下头是他家的吧？等下装了，等下拿到上来就是了噻。啊，在下头啊。就这儿里面，这儿啊，房子里面。啊，是他家的。他家的你拿到装还？我操，你把桌那边捡了嘛？哦，好，要得。哦。你拍下集，谢谢。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背下去，拿去打包，先去打包，尽量早早的给它打包出来。
大山里的人真的是有力气，呵呵，都是土生土长的干活长大的呀。比你老公厉害多了，是不是啊？妈妈，唐姐姐，现在你觉得是师妹厉害，还是阿杰厉害了？坎特芒果还是贵妃芒果？坎特芒果，姐姐们，是坎特芒果。坎特芒果先前买来有吃过的，应该都是知道这个坎特芒果它的香味儿，然后它好不好吃，是不是啊？你们不妨先前没买过的，也可以下一单，品尝一下。你们觉得好吃，以后再购买一个五斤装的，品尝一下。我相信你们都会喜欢吃的。先前就是以前买过的歌姬们呢，都知道我们这个坎特芒果很好吃，但是没买过的呢，你们可以下一单，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哦。妈妈，师妹厉害呀，师妹厉害吗？阿姐厉害还是师妹厉害？阿姐厉害是吧？师妹厉害吧，是不是啊？又拍了一单了。好的，这里哇塞，这里有一个熟的，哎，怎么打？这里有一个熟的，哎呦，来，各位姐姐们，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熟了以后它颜色是这样子，比如说颜色，它前面没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熟了以后它也会是什么样的啊，姐姐们。熟了以后它就后面它就软软的啊，打开以后它就这样子，你们看，酸酸，它一小点酸，一小点酸。你们喜欢吃酸酸甜甜的啊，哥哥姐姐，甜度的话9.8，酸度的话0.12，它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它是酸酸甜甜，很好吃的。有回味。它是这样子，能看到吗？对，有回味的，好吃，这样子。那儿还有一单，还有一杯嘞。哎，不是，还装着装不起。皮还是青色的，对，软了就熟了，皮还是青色的，对。把这个，上次彩虹芒果很好吃，朋友都点赞。这个我感觉这个会比彩虹芒果更好吃，它有一丢丢酸酸的，就是零点几的一种酸，所以说很好吃的。嗯，水分大吗？嗯，水分大，姐姐们，水分这个凯特都不大的话就没大的了，姐姐们哈。还没到家，刚从树上飞到这边来，还没到家。我用我那个小车帮忙转吧，帮忙转。你。嗯。减肥水果，对，减肥水果。是的，姐姐们。它不是纯甜的，它是一小点酸的啊。9.9分多甜，0.123，0.3起酸。啊，是，对，属于是那种什么酸什么高的，哥哥姐姐也可以吃。然后呢，这种属于是那种对，特别适合有稍微有一小点胖的哥哥姐姐可以吃。它就不增加那个脂什么什么法吧，是不是？对啊，是的啊，这种确实是这样的。你看，你喜欢的只是，谢谢啊。然后没关注的哥哥姐姐关注上，明天早上姐脂肥，哎，对，明天早上或者是明天下午我们就给哥哥姐姐分享另外一种去，好不好？姐，对，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
走，就是走嘛了。走嘛。端这个锅子背了。端锅都是背了。下面你们俩，下面你去端去了，你们两个来，我背。哦，好，可以。转过来，我背。你们俩一起。哎呀！哎呀！师妹的头发当围巾，看着都热了。有好多叫，不热啊？大哥有好多叫，就是那就八十多斤。你看看，你可以把九十斤。有。我也不接，我都去。加油！这是个几日的？十块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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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斤了。哦，七百斤就差不多了，噶。你要先跑到那车跑几百，再跑几百，因为那车子跑了。嗯。那车子呢？几斤？这几个？还有一筐啊。一筐还够了吗？俺昨天是不会捡走的，舍不得的。俺的比去进来的差不多。来，我去收钱，我这过不去。妈妈，我去采摘。今晚老板请吃饭吧？要去，他应该要去。阿姐，地下你还有吗？还有的，各级叔叔阿姨们。明天下午。明天啊，明天给家人们分享。下午啊，我这个我们找好了一块很好。的一块果园，嗯，对，那一块果园它就非常的好。哎不，不行，这就浪费，就买就买，你走你走，买买这边上铺再你们去吧，你们先拿下去，我先把那个上面那些给摘好。老板夹菜哦，刚刚那个不是老板，刚刚是那个是帮忙的，下面那个阿姨才是老板。哎，我要下去了吧？我下去套袋啊。戴个帽子，皮肤晒得不行了。嗯，好。我要下去套那个网套，要去打包，要先去打包才行。今晚管饭吗？今晚应该会吧，应该会吧。刚刚那个阿姨也挺好的，刚刚我们帮她采摘的那个阿姨真的人挺好的，因为她也是就是有一位那个就是叔叔家里面的叔叔的话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在家里面呢，然后呢就是阿姨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在这边果园里面采摘的，然后刚刚那位叔叔的话就是邻居家请过来帮忙了，我们两个帮他忙，他已经很开心很高兴的那种，然后也是怎么说呢，人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就是那个阿姨人很好的，今晚应该会，不管饭也没事的嘛，应该会人很好的，阿姨人很好的，不知道会不会走吧，走，你不是嘛跟着我写到了的空地啊，啊不去写到了，你写的到有时叫快就记得是你写不在了，那可是我写的很死了，写的实行不掉，应该会。你全啊还是在这儿先采摘到，我帮你扣，他把篮子上了嘛，没有篮子放着啊，哦，这我等你下去，那个、下了简单，就篮子拉起上来，拉上你们再装我们就。来，你说把这个放到，骨头放不起了吧？你去走。会的，会的。嗯。你是你是你们，你们可以的。哎，奶奶呢？去吧，去放到那个就是隔壁家那儿，邻居家那儿。好，欢迎各级叔叔阿姨们。哎不，好热呀！好热啊，真的，很闷热。今天加完是最好的，要不然等到明天早上害怕，就是也是晚上会下雨。你们不用怕坏掉啊！但是姐姐我们现在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哥哥姐姐你们。放在家里面一两天，你部署以后，你们就说哦，这个怎么放后鼠这样子？对，你们要放在那个温度，就是室内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方。一个属于太阳的，太阳晒。啊，对。太阳爸爸的晒最好。哦，是，太阳晒的地方。太阳晒，等着晒的，温度高。室内是帮果农，帮果农卖，还是买的？每天都是新的一天，还是帮还是买了果农的在卖给我们。虽然天色阴沉，师妹是帮果农卖，还是都一句话吗？这不是一句话吗？我有点就是理解不太那个，我还读了两三遍，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我们现在我们车子，然后我们帮他们干活，我们都是不要钱的，哥哥姐姐们，你们不要想着我们是。我们帮他们拉，然后帮他们背，就要他们的米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姐姐们。两个老人能有什么钱哦？在果农，我们这是在帮果农卖。那我们俩，如果同时，各位姐姐拍的多呢，我们也可以赚一点那个生活费；拍的少的话呢，但是这好像也是，我不卖话，果农他们卖不出去，好像也是一句话呀。是不是啊？你现在这个点分了你是不是？要不要更这个就会死？你看老师这个五个了吗？你叫？上车上慢一点，再上车。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哎，对，是的。你这里有。
哦，这个车子是哪个的啊？对，他你开先喊开头，先喊开头去。哦，好，也对。我喊开头。等一下，嗯。我喊开头去。好，开到出口嘛。来他大儿子家。去给我们带些女的了。你们这么辛苦，还是要，还是要赚点米的。我们这么辛苦，其实这个赚能算得出来的。这个芒果的价格，它是多少？然后呢，多多少少，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为广农他们就是分享出去吧，能分享出去就分享出去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放在那儿，把那个车开出来，然后呢把果子放在里面打包。你们这么辛苦，还是要多少赚点米。哎呀，谁不想赚一点米？姐姐们赚不了呀，是不是？也赚不了什么米，现在做啥都不容易呀，要不然谁不会赚，谁不想多赚一点米呢？你看，这段时间我都憔悴的，我胡子都长那么多。我胡子来了，我胡子醒了。那。嗯。开出来了没有？水呢？相当于打工这生活费。嗯。那我记得阿姨她说她里面有个篷布。哦，哦，要拉这个，老了几岁了，是不是？什么不要的也不怎么多，再干个十多块了，十多块还有他咋了？现金二八块九，这老男子现在尽量了，有人过来看，一百八十斤，十两八块九，成为不难，是啊。我记得阿姨她说大儿这边有一个篷布，管个啥喝，管啥喝，说这些了。这个干的个子喝呢，你肯定晓得啷个子。你们也干的喝了，你也干的喝了。我们用这个给他垫着。就是那个，就是叔叔跟那位阿姨的那个家，嗯，这儿里面那儿小兔子，有小兔子的那儿就是他们两个的就是房子，我们刚刚进来的。我不，这儿喂的有猪啊，啊，哦好，嗯，一直在给那个师妹点赞呢，谢谢川姐姐，呜呼。没洗吗？这是没给猪洗澡澡吗？好像是没给猪洗澡澡，比师妹家的猪要稍微那个一点点。怎么谢萌萌？手子是我们的，有那个点的吧？对，谢谢川姐姐，谢谢所有家人们的陪伴与支持，感谢你们，感谢所有家人们。北马就不孝上来了吗？来吧，来。啊，走，走，大刀走，走，走嘛，走嘛，走，走，走，来这，不要。好。看见没？哦，他那个自由的话。
好了，不交上来喽。哎呦，我把它给剪下来。多少呢？我的今天好像是啊，这领导说我前传。我就把我剪出来。你都不先转过来，我们干了就行了。哈哈哈哈哈。这样子，我们再稍微。哎，我这样装掏不行吗？普通人都难，对，每个人都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是不容易。我不想装，你那还有框框吗？我就这样。不够，我来框框。我接掉了。装那个网壳就是了哈，接不下来还麻烦你。对，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要是年轻人都在家，然后呢不需要我们两个的话，我们两个也会就是稍微轻松一点，然后呢也不用再帮着果农背果了。但是的话就是那个奶奶她只有一个人干活呀，家里面的都没人帮她呀，所以我们两个能帮就帮，是不是啊？套两个吧，先套一个拿下来，等一会儿再套一个。来，我来。快干！谢谢你，出来几公里是吧？拿个小板凳坐着，不用坐，姐姐们。我怎么不会套啊？这个。阿斌，我不会套，姐姐们，这边父亲辛苦了，不辛苦，我不怎么会套呀，这个。有些没点板筋，有些没点，哇塞！拍没拍的，哥哥姐姐抓紧拍，好不好？哎呀，你弄好了姐这个。姐姐，你过来一下。哇！我来等我呢，给丢给他。我给你带点，现在什么事儿了嘛？我给你拿去拍呀。我打点三十二。哎，这么多盆，刚才几个呀？啊，这盆几个的？怎么给领导的？肯定是没事的。没带东西，他们是扬州的，今天就是从扬州过来的。那你看，吃的什么？咋不喝口水呀？哦，大的要烫两个才行。八斤多少个？八斤的话，哥哥姐姐们，八斤就是6到8个吧，这样子好不好？6到8个，而且给哥哥姐姐分享的都是金苹果。什么叫做金苹果子？没有任何的斑点，看起来果形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他家的大儿子家，好像是他家有两个儿子，小的那一个儿子出去打工去了。这个是他家大儿子，好像是以前修公路的时候站到这里来了，就是分配到这里。你看这种颜色好不好？这种果子，它也大，有大的八两起步，各位姐姐们。放心拍，放心买，这不亲自装箱了。哎呀，姐姐们，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如果你们买芒果，真的，我们这个分享的，各位姐姐，你们都认为不怎么好的话，那你们去哪里买都买不到好的，我都敢这么说。一级果子了吗？一级果。那么一级就是啥意思？已经是最好的那一种果子了嘛？一级，它分一级、二级、三级。那么现在分享的是一级，而且那么便宜。你俩默默的做，我们静静的看。日子长了，货品人品不也自有，加油支持，谢谢啊！但是好热啊，姐姐们。啊！咱俩去溜溜嘛！啊，好，我就去拉箱去了，姐姐们。风扇开启，没有风扇，这里没有风扇。啊，是不是斜的这样子？哦，好，去吧。吏部，这是哪里的芒果呀？这是坎特芒果。这样那些，那边那边都是的。你也先去你们的。对。跟亲戚，手机你谁约？来嘛来嘛，手机给你嘛。就是那个，放心拍，对，放心买，主播亲自装箱嘛，亲自采摘，亲自装箱的。你们默默的做，我们静静的看，日子长了，货品人品不言自明，加油，支持你们俩，好，谢谢，我放心拍，放心买，主播亲自装箱，亲自打包，亲自装箱，亲自那个采摘，亲自背下来的。所以说，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也是种植在高山上的一个坎特芒果，种植在高山上的，都是那个山坡坡。然后呢，两个就是他们娘老啊，朋友在问你芒果的产地，对，攀枝花的，攀枝花这边的，